那号人的这名警官已经被即刻调职了，已接受全面调查。他还强调，如果调查后证明了这名警官确实违法的话，警方将会对他采取行政处罚。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警官在现场的打人之外呢，最近对马九的警官的负面新闻可以说就是不止这一次。比如我们最近给大家报道过的，有两名巡逻警察在星期二那天在徐州与警方怒斥外籍勤务，17岁的受害人还被警察直接进行了巡逻警警长拉到了一个会场，马来报章每个新闻说，警队的绝对不会姑息任何涉及罪案的警员，一切必然会秉公处理。虽然警队的哥也承认，虽然犯错的警察是非常少数的，但确实也会让民众对警队留下负面的印象。无论如何，拉扎鲁丁还是给民众派出定心丸。就像中国报的封面所提到的，他说警队内的害群之马其实只占了少数，在137000名警员当中，只有不到2%有违法纪律或者是涉及罪案，因此他们负责民众绝对感到担忧，并继续的信任警方透明办案，还有打击罪案。这个全国警察的警察本命，我们之前上课的都跟大家聊 KTM 电动火车。那电动火车一直让一些老百姓抱怨说，等待列车的时间实在太长了。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给大家报了好消息，不久之后民众必须要再等一个小时了，不用等一个小时才有火车，到底等车的时间会缩短多少？我来告诉你答案，看大家满不满意。霹雳木威国会议员尼可汉柱家遭纵火的案子再有一些进展。昨天警方就宣布在雪州逮捕了一名男子，今天霹雳总警长也进一步透露。